主持人呐，小伙子，主持人。哎，张阿姨，这都几点了，这男嘉宾还不来呢，那我们不录了。你别不录啊，我估计啊，男嘉宾知道是您，在家换衣服呢，得打扮漂亮的才来相亲呢。挺会说话，那意思男嘉宾还挺重视我呗。那肯定得重视啊，您长得这么漂亮对吧。张阿姨啊，您说您一共10个老太太来相亲，都有9个老太太牵手成功了，今天呢您也加把劲儿，争取牵手成功，咱们就十全十美了。这孩子，你这是拿我凑数呢？不是拿您凑数的，您说您的眼光太高了，没有一个老头儿相中，今天来的男嘉宾可以说是老优秀了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黑一白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来6个人啊？俩人啊。这孩子话说的像来6个人似的。我就是形容优秀嘛。您等一会儿。行行行，那天冷道滑，你让他慢点走吧。好，您坐一会儿啊。老宋，我说我就别去了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说你干啥呀，你这时候你打退堂鼓，你是怕丢人呐？我可不怕你丢人吗，咱俩去相亲，你说我这形象这气质都在这放着呢，颜值也比你高，你说万一相中我了，你再上点火，这大过年的犯不上啊。你可拉倒吧，咱俩都掐一辈子了，从小到大哪次你赢过？你小时候是挺厉害，那家跟我掐的，我要养个猫吧他就养个狗，我要养个驴吧他就养个马，我行我啥也不养了，我养个猴吧，最后他出现了。别说那没有用的了，今天呢也是对咱俩这么多年一个总结，比完以后咱俩以后就再不比了，必须分出个高低，走。老宋，是那个人不？那个，你回去吧。我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。趁天亮天黑你该走丢了，回去吧。不，我要跟你公平竞争。小王啊，你俩怎么才来呢？不是，他要回家，你让他回去吧。哎呦，我捯饬捯饬，我来跟他竞争一下子。那个两位大爷，今天呢你也看着了。赵阿姨呢，长得也特别漂亮，也特别优秀，你俩可把握住啊！啊，几期没牵手成功？啊，9期了。9期都没牵成功，那他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那肯定是有问题呗。啥毛病没有？就是择偶标准呢高，无论是文化呀、诗词歌赋啊、音乐呀、长相啊，都特别挑。呀，那我准备的太丰富了，我这先天条件得这呢。没事，我都把关于《西游记》的所有书籍我都收集全了，我就来防备这些事儿。啊，有准备就行。对，有准备。赵阿姨准备了不少问题，所以说呢，你们俩加把劲儿，有一个牵手成功那就行。那妥。我呢，给你俩使眼色，完了你看着点，好吧 ？OK， 进来吧。这个事儿我定了。灯光音响，咱们做好准备啊，咱们。你俩干啥呀？回去。啊，来，灯光音响做好准备，咱们先马上录。哎，大爷，啊，干啥去啊？回到位置上。你说你也不说明白，你说这这，哎，快快快快回来回来。看图说话，那家伙事是你的。都准备好没？行了啊。加油啊！啊，既然二位已经准备就绪，那么我宣布，老年相亲节目《最美不过夕阳红》现在开始。好，哎，两位大爷，我先说一下规则。我们相亲过程当中，男嘉宾会经过自我介绍、接受问答、爱情陈述等几个环节的比拼，最后得分超过50分的，将会有机会和我们赵阿姨牵手。那么现在，为了能给女嘉宾留下更好的印象，男嘉宾亮。
不是，我看《西游记》里有个悟空学的。别着急，咱们先回去亮相，亮完了以后呢，这样说出你们俩的爱情宣言啊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学一下子呗。程大爷先来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女嘉宾，看你是蒹葭苍苍，白露上霜，你是佳人，我血气方刚。好。美女看不少，除了歪瓜就裂枣，放眼海角天涯，此处有我芳草。好。二大爷都说出了各自的爱情宣言，接下来请女嘉宾还有亲友团打分。先可程大爷先来打分。好，程大爷是20分，接下来是宋大爷打分。啊，宋大爷是15分，看来女嘉宾和亲友团对程大爷挺看好。回去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你容易丢人呢。别的，下面是不是还有环节呢？有啊，有环节我就坚持，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手。开始继续。好，那么下一环节是自我介绍，开始。我叫程大碗，今年65岁，家住三河浦村。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，自个一人花钱花不了，我靠我勤劳的双手，智慧的大脑，把我的女儿送进了大学，然后呢考上了博士。我是衣食无忧啊，女嘉宾。我的生活特别有情调，平时呢爱喝点果酒。我觉得喝果酒啊，你就跟我学，嘴要不喝紫了豪青的，那根本就不上劲儿。哎，睡觉前呢，现在还有个习惯，不喝咖啡不行，必须整两杯，要不然睡不着觉。不知道是不是毛病。那是浪的，技术上多默契。那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我呢叫宋有才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呀，中国制造的，采用全人工智能，经过了60多年的不停运转呢，我这各零部件啊还算齐全，属于信得过产品，到目前保持70%信。我这产品呢，如果你不满意啊，可以包退包换，磨砂面黑漆。不烧油不烧气儿，一天两碗大米粒儿。完事。好，两位大爷你看看，介绍完了完事。那么女嘉宾自我介绍。主持人好，两位男嘉宾好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我叫赵树芬，这个今年刚退休，没啥要求，就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儿。我这人优点不多，缺点不少，饭也不会做，家务也不会弄，都老伴儿给惯的。哎呀，就是说白了吧，就是懒。反正希望男嘉宾多多包涵。我要是我的话，我特别包涵。懒点不是病，那是富贵命。生命在于静止，我比你还懒呢。但是咱条件好了，不用整饭，花钱下馆子呗。那个女嘉宾，你的意思就是，凡是伸手的活你都不能干呗？那我问一下子，就假如说一会儿咱俩牵手成功了，一会儿牵手时候那个手你能不能伸出来？如果这个手你能伸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一切都不是毛病。我这人最大的毛病，我就愿意伺候人，就别说伺候人，我就伺候那老母猪，我都能伺候到400来斤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不是，你是来相亲来了还是喂猪来了？你啊，你说这话，女嘉宾能爱听吗？我就做个比喻，陈星给你打的分少，再吧唧。女嘉宾不是那种胸怀的人，她能理解我比喻，对不？
行了，那个两位大爷，你俩也别吵了，咱们毕竟是相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嗯。知识问答。这一环节呀。知识要提知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摞书我都拿来了，他跟我比不了。拿那些书有啥用啊？现学现卖呀、啊！啊，我这是满腹经纶。你可拉倒吧，要不咱俩先整一下子。等我看。先整一个。你整一个，不是知识问答吗？对，我俩先考一下子啊。你俩就先别。你别管，这是我俩之间的事儿。先，我先分个高低出来。你不嘚瑟吗？老师，你看着啊，我给你整个幼儿园的哈。说幼儿园买了五斤苹果，一个孩子分七个，少五个，一个孩子分五个，多七个，请问这些孩子能打起来不？我想打死你，这是啥题呀？我就问老师在那就打不起来，那你没打出来呀？我给你，我出一个。来吧，说高速公路上有一台摩托，第一个小时呢以每小时120迈的速度在行驶，第二个小时以每小时240迈的速度在行驶，第三个小时以每小时360迈的速度在行驶，问这台摩托在哪儿买的？去这俩去了。哎呀，两位大爷，你俩这题吧有点任性，那咱们淡定一点，赵阿姨也不想听到你们这些题，还是由我来考好不好？赵阿姨，好，这样啊，答对了有10分，答错了咱们不扣分，好不好？那个宋大爷还有程大爷听好题，出点简单的，好好，眼巴前的大道沿的，加把劲啊。那么先是那个宋大爷您来啊啊，请听题。说马拉松的长度是42公里左右，那么请问一个选手跑完马拉松全程需要多少里？18000里。人家问的是马拉松。马拉松啊，啊，我听错了，我以为说孙悟空呢。我这西游记看多了。那个看啥了？宋大爷，那个考程大爷吧，还是？你咋不翻丢了呢？你程大爷，那个你来啊、哦！哎，众所周知，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。对，那么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？喜马拉雅山。那个我、哎、我说峰啊，对，那峰，那我知道，我现在答来得及不？你是来得及。你重问，你知道了是吧？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，对不对？对，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？青藏高原。啥玩意儿？你听谁说的？亚拉呀。他咋说的？亚拉说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你得让亚拉说完呢。亚拉现在说完没？算了。咱们那个还是换下一话题吧，好不好？咱们来点抢答题行不行？好的。抢答题这样啊、哦、我再换点题啊、哦、赵阿姨。好。抢答题呢是谁先抢到了谁回答。答对了加10分，答错了扣5分。好的。请听题。请问爱情之神是谁？谢大脚。错，扣5分。是月老。答对了加10分。月老是谁呀？谢大脚他老。宋大爷得努力了 啊。那么下一题，请问传说中化蝶的一对情侣是谁？梁山伯与菊花台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对了，梁山伯与菊花台，你咋不说梁山伯与周杰伦呢？我整串台了是吧？
这一道题呢，宋大爷得了10分，你扣了5分，请接下一话题。那么，历史上对媳妇儿最好的人是谁？宋大爷想到了，宋大爷回答：我好像有点蒙住了。那你敲什么呀？扣5分。嘿、哎，是西门庆。潘安，答对了，加10分。主持人呐，哎，大爷，主持人，那个。我想提个建议啊，两位男嘉宾，可能你们俩是为了活跃气氛，刚才出的这些题呀、问答题呀，可能都这个门槛比较低。那么接下来我看这嘉宾都带书来的，人家是准备好了呀，咱们能不能考点文学方面的常识？主持人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个，那是什么题呀？那个主持人，是必答题还是抢答题？抢答题吧，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啊，请听题：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上一句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扣5分，扣他的。你咋像个欠似的你呀、啊？啊！我就知道你不知道。好，下一题。男嘉宾，请听题：身无彩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他也不知道。你咋这样呢？好的，你不学，就在这一方面，咱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对了，加10分。答的，不你说的吗？心有灵犀一点通吗？妈呀，答对了！不是，蒙的也算呐。不管，正儿八经答的。不管蒙不蒙，经过这一环节比拼，宋大爷35-15。那么进行下一环节，女嘉宾自由提问。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再问的问题就跟现实有关了。对，整点现实。我是说，假如我跟二位其中的任何一位牵手成功的话，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我能给你特别幸福的生活。现在咱生活好了，咱俩能牵手的话，一天都不在家待着，知道这啥吗？车钥匙，而且是房车钥匙，我带你全国溜达，全世界溜达。不一首歌唱的好吗？我要带你去那浪漫的土耳其，顶天是从皇姑到铁西。你别听他忽悠，就你那破车还想出国呀？早上从家把我拉到这儿，连个减震都没有，都把我点灯吐了。我早上吃点海参、鲍鱼、龙虾都吐出来了，那鲍鱼吐出来活的呢，他还伸手抓呢。这听他巴西啊，我这满手金戒指都回不过来弯，我能装那玩意儿吗？我能装那个吗？显啥呀？显摆这些东西多庸俗。女嘉宾是这种人吗？多恶心啊！我有这么多银行卡，我跟谁说了？啊？女嘉宾，我也就是让你看看，我显摆了吗？低调点儿，好不好？都是信誉卡吧，全是储蓄卡。好了，两位男嘉宾啊，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，也许是你们误会了。其实呢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，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。实话是说，我这个人啊，是比较喜欢朗诵诗歌呀，听听音乐呀。哎，那咱俩太合拍了。我跟音乐这块啊，一点说都没有，吹打弹拉我啥都会。
我告诉你啊，在朗诵诗歌上我获得过我们县里第二名，这样我当场就给你来一个，你嘉宾你出来，我也给你展示一下子。哎，你上一边去，早晚都得走这一步，你看看。你这样啊，我就在你面前声情并茂的给你朗诵一首啊，我给你朗诵一首，你就看着就行了。啊。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旁。你疯了你呀、啊！疯了你呀、啊！哎呀，老哥俩干嘛呀？那你看，我是不是打红了？是不是打红了？我给你透个题儿。哎。好了好了，夕阳红。好了，那喇叭声太大了，要不我重来一遍吧？不用了，好嘞。你俩干啥？咱是相亲来了，不是打架来了。主持人啊，这是看，哎，我的那个，我的话问完了，再问都有生命危险了。那么，既然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，那么进行下一环节，请赵阿姨和亲友团们打分。首先呢，给程大爷打分，啊，20分。来给宋大爷打分，好，每个人各得了20分，但是前面宋大爷得了35分，加在一起是55分，那么大家恭喜宋大爷和赵阿姨有了牵手的机会。恭喜你们，不好意思啊，啊你还牵手了，你哎呀你丢人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男女嘉宾各上前一步，请大家静候赵阿姨的答复。停。男嘉宾呐、哎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吗？行。你咋长这么黑呢？因为我不想白白的活一辈子。阿姨。另外呢？我还想暗中保护你。男嘉宾很幽默，也很优秀，其实我很欣赏你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乐观向上，很积极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。嗯，其实你特别优秀，你能找到一个比我还好的人。哎呀，不找了，这一年找的给我累完了就行了，到你这儿我就停了，再也不找了。不是，男嘉宾，我是说你太优秀了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呀，你配我八个来回带拐三个弯的。我是说呀，我们俩不合适。妈呀！那我明白了。分得够了，没看上人儿。这应那句话了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怎奈明月照沟渠。沟渠，你来吧。这下还有意外的惊喜，没想到半道杀死一匹黑马。不是，嘉宾，我这条件你也看着了，不是，这一块咱没毛病。我知道那个，你有啥要求你就说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没有，男嘉宾，你可能误会了，你们条件太优秀了，我配不上你。不是，你有啥条件你提，没事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我真的是不行，你看我这个人吧，无儿无女的，我。那你就想找个儿女双全的呗，但是我有姑娘没儿子，你看这差点。我给你当儿子。
只要我们老哥俩，你看不管谁，你能相中一个。我这人吧，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儿。你假如相中他了，我都祝福你们。你就相中一个吧，要不你也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不也不好处理这事儿吗？不是，我们家我啥事儿都做不了主。那没事啊，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做主也可以呀。我们家都我老伴儿说了算。那听他的也行，把他叫来。哎呀，就这样，让你老伴儿来，毕竟老伴儿是你主心骨。你老伴儿，你啥？谁？哎，你离婚没离透啊？没离呀。没离，你上这扯啥蛋脸？你把城里人真敢玩，这大岁数你耍猴呢？跟我完美解释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今儿我一会儿，今儿你谁也过不去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你把话说完，还是我替他说吧。这是干啥呢？那些啥呀？那咱俩不要脸给那叭叭的，你说那境界跟人比不了啊！这是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大哥，我哎呀，你这条舌，你说我要有你的境界，我早就搞着对象了。行了，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参与这么虐心的事儿了。我也看明白了，要不就这样的吧？我也想好了。实在不行啊，那咱四个一起过吧。不是，咱四个一起过年，这马上来到年根儿了，老两口来都来了。我们这儿啊有一养一体化的敬老院，不光我们两个老头，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太呢，每天都欢欢乐乐的。大哥呀，你说那是不是抱团养老？对，那一天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哥，就你这体格啊，你都容易把俺俩先靠没了。大哥呀，我觉得遇见啥事啊，要敢于面对，积极向上，无所谓的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，怪不得前九期赵阿姨都没牵手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看我说有啥毛病吧？赵阿姨虽然说没跟两位大爷牵手成功，但是她跟她老伴儿。跟咱们三河浦村牵手成功了，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是最完美最成功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咱们每人一句话作为总结，赵阿姨您先来。行，感谢两位男嘉宾，感谢三河浦村的父老乡亲们，能让我们有机会集体养老。新的一年马上就到了，老伴儿啊，我就祝福你，咱俩呢齐心协力共抗病魔，集体养老幸福快乐。好。我也说两句呗。我觉得啊，一个人好不算好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这新年了呢，就祝大家招财进宝。好，再祝我个人吧，
在新的一年啥事儿都比老宋好。你比我好不好这事儿我管不了，今天没找着，来年我还得接着找。趁现在的政策这么好，来年我抓紧要个二胎好不好？老宋啊，我觉得你自己投胎都没投明白就别整二胎了，能请下一代。我就说着玩呢，天也不早了，上我们家吃饺子去呗。啊，行啊。你会剁馅子不？我会。擀皮儿呢？我也会。你和面呗？会。那你包饺子。那你干啥呀？我去呀。走走，家里去，走走走，走走走来走来，快快去，去我团呢，去我团。走走走走。前面是二大爷不？吃饺子去。哎，整点酸菜馅的啊，不能只要馅。